证件看一下。身上包包看一下。好。电话这边。没有，跟谁约？行者护照，存折跟护照，行者存折跟护照，没有。啊，你不知道跟人家买？没有，没有。身上东西看一下，没错，自己拿出来。这么多张，你做什么行业？哥吗？谁啊？讲清楚。我们都知道，就是刚刚讲电话的时候。护照又是谁的？三本一定不是你的，先跟我回所里好不好？啊，你那个嘞，你另一个人嘞，什么时候来？没有，他们叫我收而已。叫你收？哦、你是要卖人家的、欸，你今天是要来卖人家的、欸。收的。你是收钱的。嗯。然后你要把钱，我是收本，转给上面的。自己朋友吗？